在生命中要有平衡，失去了平衡，一切秩序都会变成混沌，世界也化为乌有。要维持这种微妙的结构，必须同时实现多项壮举。每一千分之一秒，有两位神仙就会飞越千山万水，来到一个有魔法的汇合点。这是一个使五感得到提升的地方，代表东方的空气，代表西方的大地。在这相聚，举行神性的仪式，使周而复始的循环能令世界达到完美的和谐。千百年来，这两位一直柔和良解的精湛技术，以保存古老的艺术，将速度幻化为神奇的线足。Ooh, wow.